但如果女朋友生气了，你会怎么哄她呢？怎么哄啊？嗯，就各种好吃的好喝的，还有乱七八糟，就带她出去玩啊，然后先认错，先低头认错一下，等认完错之后呢，看看她的表情有没有细微的变化。那假如没有变化呢，那就继续就是开始扯别的东西，就比如说带她去吃什么好吃的，给她买什么口红啊，然后就慢慢就哄起来。当然了，我女朋友也没有那么就是一直会，对，就是她会到一定程度她会收住她。